Ouais.今天带小孩出去玩了，回来休息了一下，这个睡着了，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对不起，我来晚了。感谢喜欢就上牙老板送的一个魔法书，谢谢喜欢就上牙老板，老板大气啊！感谢 Sister Fruit 送的10个荧光棒，想起了 Float Sister。感谢 HNYY 送的10个荧光棒，谢谢托马斯泰兰子送的一个血瓶、哦。什么意思啊？谢谢帕克老板送的10个大宝剑。你被骗了一辈子，你有权进行使用魔法，我可以教你该怎么做，跟我来。瑞文把剑放下了，有一个法师告诉瑞文，你不应该是玩剑的，你应该成为一名破事者。人物头像画的挺差的，但是这个搞起来的画面比那个好多了，是吧？啊，搞起来那画面比那好多了，比那叫什么《创世理想乡》强太多了。音乐也还可以，《创世理想乡》要是做这个画面，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我叫埃维拉·埃伯丹，我是一名破事者。我们是边缘人，也是法师。我们与守势者针锋相对。完成步骤9-1。这个叫什么魔法吃鸡啊？传送门是最快的交通方式，但并不精确。用空格进行浮空，浮空会消耗法力值。哦，哇塞，这不体力条吗？有点像。哦，但是空中可以一直飞是吧？操作感觉做的还可以。这是第二步，第一步的教程已经完成了。基础装备是一个火护手，用它来放火球术。另一个巫术是个 Q， 是个火墙。哇塞，这玩意儿不容易打着人啊！巫术比法术更用途更广，但不能频繁使用。巫术就是刚才的火墙了。感谢没事放放牛，谢谢 Kaberg。啊，这个就是火墙，持续造成伤害。感谢哈利路亚秋秋路亚，谢谢风大你就会。装备两个护手可以组合元素系的能力，装备元素组合可以创造出特殊的交互作用。这是什么？毒云中带雷霆啊，毒云导电了。
用火球来点燃毒云，毒和火焰组合起来了。现在是四个按键 ，Q、E 左键、右键，加上一个空格。狼血符文，在范围内找出敌人。Shift 可以直接激活符文。狼血符文就是透视。有各种各样的符文，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找到一只身体，还有卷轴。所选天赋会随着阅读相应天赋类型的卷轴得到强化。这怎么突然变成英文的了？一只卷轴提升法术伤害，在右下角有显示啊。身体卷轴是攻速，精神卷轴是移速，伤害攻速移速。被放逐的敌人也会掉一个卷轴。这是第六步了，还差三个步骤，还要爆装备。这里还要爆装备。鞋子是奔跑速度，腰带是护甲，手套是加法力值，还有其他东西的吗？项链提升最大法力值，这是稀有装备了，包括了蓝装、紫装，有护甲，罕见腰带、法力值，找到更稀有的装备。有腰带还可以恢复你的血。接下来是小瓶，二三四，一二三四，小瓶回血，还是做的中规中矩的。这个是护甲瓶吧？一个是血瓶，一个是护甲瓶啊。这里是小队了。沟通和小队合作是胜利的关键，与小队合作来取得胜利。这是友好的法师。如果你无法保护队友，队友就可以救他。队友被击毙了之后可以救他。一粒再起之石。然后这个游戏是有队友误伤的，这大家一起扔球的时候也太容易那啥了吧。这里是传送门的练习，打开地图，用传送门跳进练习场。练习场哪个是炼金甲 Plastic？感谢风大，你就会送那个了。教程完成了。哇塞，我这法术靠近了，还会烧到自己。法术靠近了会烧到自己的，明显是毒更容易中人啊。但是单发的这个火焰法术伤害更高一点。退出，退到主菜单，进去一下看看。初学流浪者，选择一套服装。初学者，流浪者。这个怎么这么黑呢？这个黑妹，小黑妹，这个看上去还比较顺眼嘛，有点，这个看上去还比较顺眼，就你了吧。这里的画面弄得确实是有点小糟糕啊。玩儿，
整一把试试。什么意思啊？我已经那个了呀，我不是完成教程了吗？喂，我已经完成教程了。我完成教程了呀。不是应该直接选玩吗？怎么还有章节的？寒霜法师、接炎法师、暴风法师、烈焰法师、鬼毒法师、雷电法师，六种元素了，一二三四五六。不是啊，教程对我玩不就结束了吗？还有什么？点一下游戏模式。他这里的画面好糙啊，感觉特别的糙。老奎有选游戏模式啊，老奎啊，哎，这个 Battle Royale 不就是那什么吗？只能组队啊，这不就是之前玩的那个变机吗？同学们，这跟刚才完全不一样啊！风起云涌，风卷流云，风灵护体，那必须是你了，暴风。还有玩教程的，哎，我还有玩天赋的。哦，要等级才能解锁。你这英雄联盟吗？你这是？这搞得有点像变机似的。他没有 solo， 他只有组队。没有 solo， 只有组队。感谢我是高手送的一个血瓶。我进了吗？我先自己试一下。我就有队友了。网银青年爱吃梨，还有个是狼先生爱吃梨。哎，少装备了。他们选的是哪？选择你的传送门。队友没动吗？队友是不是第一次玩？施展风刃，瞄准龙卷风。我有装备吗？喂，我在哪儿？一开始那些东西好像是没用的，我看左下角没装备啊。这真的跟那个变机特别像。队友呢？还有个呢？混什么呢？风刃还不错，原地直接起风也还可以。网银青年爱吃梨，把谁谁谁给放逐了。用套装备吗？这上面有没有套装备的？他没说要套装备啥的，我先去看看。这个游戏叫那个魔法吃鸡。真的有点像变机啊，真的有点像。他就是一个法师对战。缩毒圈了，有装备的。你不会是个机器人？操！那我把他补脱了，来。毒仔，我。
放逐。进来就有菜鸡敢跟着我，杀！谢谢啊，谢谢你爆的一堆装备啊！我现在有右键了，我现在有左护手和右护手，我有右键了，以装备更加品质的装备了，稀有飞行符文。总归狼血符文发现敌人了。快，两个血瓶滋一滋。里面是人机啊？那我队友是不是人机啊？以装备一个道具了。隐形符文，我可以隐形了。月部符文，先来搞搞再说。这个什么东西，橙色的，吃 buff 了是吧？史诗毒手，管他呢，吃了再说。哎，这个好呀，这个隐形符文好呀，换不了的，它只能低换高，它不能高换低的，同学们，不能高换低的，你们没发现吗？这游戏不能高换低的，只能低换高。这隐形符文持续时间这么长的，这真的有点无敌啊！有一说一啊，这真的有点无敌啊！缩圈中还有20个敌人，没有 solo 我倒是没想到的。我离得挺远的吧，我好像，我是不是可以传送的？有战斗，有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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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情况不妙，吧，这哎呦，我不能传送的，我只能走啊。第一把默认都打人机了，那我稳稳吃鸡了呀。我天赋小子668稳吃鸡了，稳了。稀有火焰护手，我操！我这火焰护手是紫色的吗？哦，这是法术不同，所以才能换。那我稳吃鸡了呀！这飞又飞得很慢的，没用的。毒会被攻击给打出来的。血瓶不能再吃了吗？毒手是紫的，为什么不能用啊？你看这毒撒起来挺猛的，好吗？我都毒死他了，我跟我斗，菜逼，我跟我斗一个。史诗火焰护手拿上，无敌，谁弄得过我了？稀有护符最大法力值加可以升级了，6秒后10秒内大块护甲。狼嚎发现敌人的位置，谁超得过我了？史诗瞬移符文闪现了，大血瓶。
史诗腰带，史诗雷电护手放雷，要跑了。第一把好像是人机战，魔法吃鸡，还有九个人，那不稳稳的吃鸡了。哎，这个大火球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中啊，我不推荐大家玩大火球。风铃护体，我就这样锤了四个人，我该放大招了。哇！人都哪了？给我出来！显示升级的是什么意思啊？看到了，这儿有人，小婊子，走不掉了你。我这火球伤害是挺高的，火球伤害确实挺高。最大法力值增加，队友有一个已经被人锤死了，有个菜逼队友被人锤死了。这总得有人类玩家吧，不能一个都没有吧。不能一个人类玩家都没有吧，同学们，这不合理吧。那玩意儿是空投吗？好像还真是。这儿有一个，看到了。他还得动出来是吧？来了，菜鸡来送死了，两个人一起锤他，他瞬间暴毙，有橙色的，我操，这他妈还得了。有个传奇的石护手，我捡下来了，我忍不住了，我当时就忍不住了，我捡下来了。再有个敌人，赢啦！全是人机啊！矿主六助攻一，等级一，造成伤害614。我怎么才能排到水友呢？风暴法师等级一，我怎么才能排到水友啊？哦，这是分法的一级，然后这是我法师的等级。宝贵的货币。他这个是免费的，现在不是花钱的，以前买角色要花钱的，现在是免费的。添加黄金估计挺贵的吧。啊，每回合都能打黄金的啊，这添加黄金挺贵的。新手套件，一包黄金，一袋黄金。这个是，但这不是 Steam 上面的，这个是 Epic 平台上的，叫 Spellbreak 魔法战斗，还叫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啊，我还没催水友了，我怎么充钱啊？
这是 Epic 上面可以免费下载这个游戏，下载完了就可以进去玩了。我怎么遇到敌人呢？就直接商城里下载这个游戏，下载了免费的就能进去玩了。哪有好友了？没有好友了。来把雷法试试。免费的兄弟们下载一下，下载一下我才有人锤，不然我老是锤人机。感谢 Puzzle 送的能量石啊。 EPIC Epic 平台上这个游戏是免费的，快下载一下，下载一下我就有人锤了。我老锤的是人机没什么意思啊，我想锤点真人。这玩起来跟变机也有点像的，其实变机那会儿掏起来还挺爽的，你别说，就怕那些教官噼里啪啦的几十个人围着你掏，这是顶不住的，这确实顶不住的。我队友是叫什么名字啊？选择传送门，选择小队传送门。郭博洋啊，怎么看上去就不像是真人啊？那个英文的好像倒像是真人的，郭博洋看上去就不像是个真人。这是个什么地方？这是个花园迷宫啊。操，能电自己的你妈爷，我人傻了呀，我就放一个试试，我把自己给电了，这谁顶得住啊。我滑稽的，这游戏能电自己的一个，傻了呀孩子，傻了呀孩子，啥都没干先把自己给电了，我这我接受不了的呀。稀有飞行符文，快快吃血吃血吃血吃盾。护盾值已满，对，他有队友误伤的，这游戏有队友误伤的。哇塞，这来个坏队友盯着你打怎么办？史诗腰带，普通狼血不行，使用稀有飞行符文，他提示我，大血瓶，稀有月不符，这样飞打，哇塞，还蛮潇洒，你别说，这样飞打，本来就在安全区里了，跟队友好像走的有点散呀。哇塞，这喷射，我的天，有点东西，是有点帅，确实有点帅。现在我有双手了，这飞行有点帅气，这逃命厉害啊，这个东西啊，我第一想到的是这个逃命很厉害。
你要乱夯我一个！救命啊！哼哼，我打不过你，我还跑不过你？这应该是个玩家。哎，我怎么血没吃上啊？哦，吃上了，他在慢慢回。 他回得很慢，他不是一下子回满的。哟啊，有队友被玩家给抡了呀！啊，我就死了！烈焰法师，Hawking。 雷电是废物，别玩雷电。<笑>雷电是废物，雷电是废物，别玩雷电。真的，雷电是铁废物。他这有天赋的，我估计他这有天赋。雷电真废雷电，我的天，这么废的一个，这不气人吗？这不是。 法律凝聚，逍遥者，都是要六级了，六级才能解开。我放了，我乱七八糟一顿乱。冰枪训解冰柱，瞄准是悬停在半空中动土。施展急动时伤害免疫，急动时间加 100%。 技能等级4的时候是冰冷。 火的3级可以解锁复活啊，感觉冰比较厉害，雷特别弱。烈焰法师燃烧，暴风也是铁废物啊。来把冰吧，来把冰吧。游戏名叫 Spellbreak， 不是 Steam 上面的。谢谢四幺三单一送的奖杯，感谢逗比斯特洛基斯夫。 哎呦，三个法师一起走，三种法术配合好，对吧？火焰伤害很高，火法伤害很高。哎，怎么这么多装备啊？哇塞，这把是那个了，正式的了。这把里面都是活人了。这什么招数啊？我操，这是居高临下，天神下凡。 喂喂喂，还有说话的，怎么说话？喂喂喂，<笑>喂喂喂，怎么说话的？ 有点像近战这个，近身一减速。他这个飞还挺讲究的，上来这个飞的体力值得把控一下。 哇塞，这垃圾符冷却时间好长啊！又打起来了！
死了。这放逐类似于斩杀。左键 Q， 右键 E， 估计是机器人吧？这个，这天人下凡能玩多久？哦，就一个飞跃就没了。毒还是挺平均的，毒是上 DOT 还挺平均的。兄弟好像也没跟人锤起来吧？感觉毒比较均衡，啊，有范围也有那个，就伤害有点小。这也没人掏啊，升级。稀有隐形符文，打不过可以开溜。得走了。这个圈缩的还挺快的，得走了。组合出来有伤害是吧 ？OK。我被打了，我被打了。你在哪被打了？谁在打你？不就我们三个人吗？谁在打你啊？我能两个一起上的哦，兵可以赶路。我操，原来是这么赶的。哦，这么帅的，我可以划一条路出来。哇塞！刚才不知道，跟铁憨憨似的。这有点帅气啊。这谁掉的？怎么了，冰火怎么了？把自己血搞没了，这么远的，前面有人，是灵魂吗？救命啊！救我！救命啊！哎，我怎么就死了？他这个游戏里的角色是不是过于脆弱了？哎呀，死了！哦，这两个人都是人啊！我是个废物，我真臭。主界面登录的时候选择亚服，延迟会低，是有点延迟啊、哦，有一说一啊。
东南亚，好吧，东南亚。哪里有加好友啊？在哪里？你那这个游戏组你那么心痛于组了一个送人头的机器吗？啊，不是，它里面有人机，也有那个血，可以右上角可以换那个。好像玩过的水友挺多的，就怕碰到水友被一顿乱打。我在什么地方啊？加好友在什么地方？喂，我点加的是你 EPIC 好友哎，他是游戏里面加 Epic 好友啊。你游戏里面好像是567。谢谢烧邪笑侠668，感谢岁月如歌。李娜是给我背锅用的，这么一说好像有点道理。出问题就怪李娜。好友请求18，全都离线的，加了就不离线了是吧？是不是加了就不离线了？马路顶搭是什么了？孙悟空大战九尾狐是什么了？怎么感觉有个片儿？我的，我有麒麟臂，这名字起的。我把游戏声音关小一点。喂，还要反什么？上号上号上号，只管上呀。反正大家都是第一次玩，只管上号就行了。反正坑了就不想坑了。声音稍微开小一点。邀请好友。这个新手教程就不能跳吗？你教程都还没玩呢，刚下完。交友请求，在游戏中最近的队友狼先生叫我帅哥哥。哦，这些都是活人了。这两个是活人吗？这狼先生是活人吗？这个肯定是活人，游戏中能够那个的。他这个 spell break 是得加好友吧？你要想邀请那个，点邀请 Apex 的好友就行了。哎，也要说我添加了好友了，他是风讯云井号5867。啊，哦，就可以添加你的好友了。啊。要在 spell break 里个加要点的了。队伍邀请，你在游戏中了，邀请组队，组上了吗？好，收到了，组队邀请看到了，接受。我也加了一个，在好友里面组队邀请接受就可以了。我再看一下 UU 上有没有加速啊。邀请组队，有吧？有邀请组队吧？哎，我选的是那个东南亚，要先通过了才行。哎呀，魔法吃鸡有加速器啊！我早就用上加速器了呀。你用的哪个？你选东南亚就行了呀，没事的呀，选东南亚。我说你加速的哪里？我没加速，我忘记了。咱们都加速吧，加哪个？加日本吧，好吧。要加速吗？不知道哎，没用加速器也能玩，要不就不用。先不用加速器了吧？哦，先不用了吧。Epic 好友应该也能组队啊，全部好友里面有，他有 Spell Break 好友和那个 Epic 好友都能组的吧？我先开一局啊，我看看地方对不对啊？对的，是东南亚，先开一局。准备好了呀。我还是玩火法吧，我觉得火法比较好。我搞的是火法，你们有人搞冰法吗？我搞的风啊，感觉火配毒挺厉害的。因为火法伤害比那个高很多，火法打两三下人就没了。我搞个这个毒的吧。服务器发生意外错误啊，有这个显示吧？没有啊，我们都没进去。这里还差一个人没准备。我准备了。接住
等待玩家。那个有队友伤害的啊，会打到队友的，不过不太容易打着队友，说实话。感觉还可以啊，延迟好像没怎么感受到，打的时候再看一看吧。反正是个免费游戏。哎，我跟你对轰来试试呢，他不是在等待吗？这谁啊？李娜在这边。呀，在哪？随便点吧，它是右键，右键有选择小队传送门的，随便点个地方好了。Westma，你感觉有延迟吗？到，这玩意儿得边跳边打，不边跳边打容易被人暴毙啊！我去那个圆的镇里面。不过说实话，感觉变机比这个要好一点。这游戏死快了，一瞬间就暴毙了，感觉变机稍微好一点。就变机感觉没死得这么快，我这个总感觉去世速度超级快，一下子就去世啊！这什么东西啊，这么厉害的？我旁边有人，我旁边有两个。我来了，我干死一个，我伤害很高。我旁边有其他队的，两个汉堡被我乱干，双杀。这估计是那个电脑吧，感觉。没了。长得有点像电脑。过来，你们就打完了。这长得好像是有点像电脑。这不肯定是电脑，这名字肯定是电脑。很遗憾，这名字肯定是电脑。真凑合，杀了两个电脑一个。什么通杀水友了？两个电脑呀，水友没那么蹦的呀。哎呦，我这边。你那边人是不打你的，有一个人我看见了，我得早点去一下脚，这游戏他缩圈很快的。谁的？我操，我看到空投了，这么快就有空投的，那不是先是护手。我操，这好像是我啊，被我秒了，好像是玩家嘛，他叫什么名字啊？好像不是玩家，给他一顿乱打，他就死了，应该不是玩家吧。仔细一考虑，这个空投，他等会儿要里面爆出来。他这个球动了之后要里面爆出来的，石头搭配的，开了不啦？总归先捡这个的了。这什么东西啦？暴风正在接近，我刚捡了个什么东西啊，我都不知道。哎，你俩怎么连都没有啊？被打掉了。对啊，这有护甲药啊。瞬移。你咋不要啊？快走快走，缩毒了缩毒了。
蓝条四十，不对啊，那个如果是橙色的话，应该不止四十的。哇塞，这个飞好爽！跑步不能加速、啊。没有加速的，他这个 shift 就是一个特技，有隐身，有那个探敌人的反隐身，就像沃里克一样，狼嚎。我弄了个翅膀，飞得特别快。这个瞬移能传送吗？不能直接传送。有瞬移的啊，有一个瞬移，对，是有个闪现。这里被人掏过了，有问题。他两个大血瓶啊。我听到有人在对干，我听到有人在对罐的声音。我觉得飞看到了，动态啊！这肯定是玩家，这不是那个，不会又是那个吧 ？Norman。感觉Norman好像也是那个人电脑，怎么人全是我吹的 ？K 头王啊，新技能萤火虫。我是免疫自己的火墙了，而且我进入火墙会飞行。真的吗？我想试一下。哎，有人，我这哇好疼。是玩家。到了，出事了。旁边还有人锤我，旁边有个逼在偷我。应该是跑毒的撞到一起了。这名字怎么是英文的啦？你选的东大呀？什么 BK Dangerous 寒霜法师二级100点护甲，他怎么这么大护甲呢？是不是该开个加速器啊？开个加速器吧。啊，到哪里？我先开个加速器，不是人机，这不是人机。那就要重新记下游戏了。哎，我这打下来感觉游戏的用户体验好像不如那个，感觉游戏用户体验不如那个变机啊，还是因为我们等级太低了。可能玩的人不多。他100点护甲，不满意，提交答卷。开不开加速器啊？加速。开一个。加速哪个服？日本、北美、欧洲、澳洲。真的假的？水友都这么厉害吗？我玩变机的时候可是乱杀水友，乱杀。玩变机我乱杀水友，杀的水友必须得。我加速。八到十个人组合起来来打我。后来搞得我实在没办法了。太气人了，他那个风一放，我就被吸在里面了。魔法吃鸡，还有 Switch 版本的 Switch、PS4， 还有那个 Xbox， 好多版本。就东京加速了，啊。总共就选东京的了，离我们最近的地方了。好了，我加完速了，我又来了。它是火龙卷分加火，我都没搞懂机制。那这么说的话，里面组合有点多，六种法术两组合有点多。对，游戏机上玩这个感觉很不容易打死人，所以说嘛，这游戏它这个上手就没那么快嘛，它这游戏上手就没那么快，你知道吧？没那么快。我这显示你们游戏里还没上线啊？在线了啊，已经在了。我跟优哈是四级的。
哦，你可以自己直接进组的是吧？嗯，你怎么变成了个男子啊？你刚才不是女的吗？喂，他性别好像是自动的呀。性别是自动的？不是吧，不是你一来选的吗？我准备好了，我初始还是个活法。感谢穆勒尔续费的见识，谢谢少侠六六八，感谢杜比斯特洛夫斯基点出延迟和帧数。设定里面可以点延迟和帧数，显示一下，显示一下。在那个游戏系里面好像，就设置里面可以选的。这载路怎么卡住了？开了加速器反而卡住了。连接中，没有连接中。在哪里啊？你看到在哪里啊？显示性能统计，根本就看不见。啊，有了。延迟120 FPS 150延迟144是不是延迟太高了？这风好像是把火给灭了，风好像有点克火。风把自己人和别人都会吹死，正中间啊，正中间啊，啊，去正中间啊，就是干、啊。我觉得延迟还是有点高，如果有50的延迟就好了。他这延迟确实有点大，120延迟真的有点大。按理说火是克风的呀，水克火，火克风，风克水嘛，应该差不多这样轮换。120MS 有真的有点大。就中间那个最大的了。我已经冲了，我不管了。我把头都栽进去了。哎，我把头都塞进去了，我不管了。我这掏紫色装备爽。哎呦，这里掉的全是好东西啊！那必须的，全是紫色的货。小货我不捡了，我只捡大货。这里有个紫色的兵。哦，我解了个60护甲，好多了。护甲跟腰带有什么？一个就好像是加血量的，一个加法力值的。小血瓶没什么用，大血瓶比较好。我是火加毒呀，但是我这法术好像放的不太对啊，我是不是应该先放一团烟，放完了之后就这样戳他是吧？应该这样是吧？ E技能配好之后马上左键，左键打出来就直接火爆术毒火。该往左上角走了。怎么就从来都没有在缺里面过？左上角好像已经打起来了，我看远处已经打起来了。节点选的是东京的节点，但是貌似你有没有感觉比刚才好一点？刚才延迟关键没看，看了就知道了，有个对比就知道了。是谁放的风啊？我试了一下。哎，这个风会把人卷进去的，挺厉害的，真的挺厉害的。这个风会把人卷进去的。啊，自己人也卷的。对，还会卷自己人。有人，我这儿来了，是个玩家。我操！我被他冻住了。这肯定是玩家，这不可能是那个。
这能放过他的、啊？分他走位，这能放过他的？哎呦，这个逼！哎呦，好多次！哎呦，这么能跑的啊！他有个飞天术，好像。这都没弄死他。我杀的这个逼子装备全被我掏了，好。你杀了个人机，杀了个玩家一身紫的，人机好像没什么装备的，他跑的也太快了，这。我看见了，他在喝药。这家伙跑的太快了，我操！你背后有人，斯卡尔比兵法。那你放一个盾的是什么？然后他队友应该是，我喝药被他打断了，快来帮忙阿里呢，来了呀，他死了，死了一个了，背后有一个，李娜快来帮忙，在呢，他来锤我啦，我在吃护盾，我背后又来一个人。喝点药，好多人啊！怎么感觉特别多的人？大家进圈了不是这样的。我必须得给他上一个。好，我把他弄死了。我弄死了，背后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背后还有一个。背后有个逼躲到沟里去了。哎，死了，全死了。瓦解，好像全死了。用了加速器就是不一样嘛，暴揍水友，暴揍。这是打人，真的打得中了，别人他妈站着不动才打得中的，现在就是啊，特别是这个火，弹道太慢了。传奇火，我上了，我传奇火上好了，我现在牛逼了。人均大魔法师，好像水友对这个题材挺感兴趣的，我发现来了，俩子来了。老他，你一个人敢过来，你胆是有点肥，我跟你说。我这，小伙子一个人敢过来，捡个屁，他去了好吗？死了，去了，应该是他的队友。一个人敢过来，他没队友的，他直接去了。刚刚那几个应该就是他队友，刚刚那几个人。他过来，含泪被掏。哪里有大教官了？过来被乱锤好吧？哪里有大教官？有个屁大教官！我跑过来一顿生火，我。还有没有人要吃生火呀、啊？18个人，我好像锤了两个，你们锤几个？你们有显示锤几个吗？一个吧，我要锤。哎呦，换了双鞋。爽多了，他的装备体系倒是，哎，他有一个那个法术一样的东西是干嘛的？强化你的技能吗？那个好像是捡那个卷轴一样的东西。啊，金色卷轴，那个东西是强化你被动的，你的右边上面是被动，被动是法术施法速度，还有个移动速度啊。你按 table 就能看嘛。逍遥者哦，受到伤害移动速度增加5秒。大迷宫有点恶心的，有个突然声音，我差点。我这有人，好多，特别多的人。等一会儿。我操，他妈十几个人。我一口气把技能全放完了。我操，太多了这儿。这他妈大乱斗呢，在这里人太多了，在大乱斗。法术用多了会升级的，我这显示。一个逼你！
你他妈找死！我操！我弄不死你，臭弟！啊，谁给你的勇气？你敢过来？我操，真乱！我操，真的人均大法师。说实话，真的乱。飞得好快啊！啊！我从楼上面摔下去就没了。这他妈有条缝儿，我摔下去我就没了。啊！我连救都不能救的。糟了！我他妈人傻了呀！这什么卵一样的操作了？哎，我操！有条沟进去，人就没了一个。我妈锤的好好的，我操！乱放技能。快来喊泪舔包吧！啊！啊！啊！哦呦，好惨啊！有人来，哎，是，我听到脚步声了。李大，快回护甲呢！你，远处有这个人在放连续的风。来了，来了，来了！刘海，你这火球怎么是连珠火球啊？好像打中了就会变成连的。我有时候上面好多人，上面大乱斗还蛮欢乐的。对，哎呦，他这个风是真的蛮厉害，能把人选进去的，然后再加一个电，这风组出来真的蛮厉害的。火龙卷也挺厉害的，风就把人卷进去，挺赖皮的，我觉得。哎呦，快走，找个位置偷偷摸摸回一下。完了，我不是被敌人打死的。我也掉下去了。你也掉下去了？你也掉下去了啊！哎，他这个钩太恶劣了，这个钩。这个钩他妈别人一卷，他妈恶劣的钩。哎呦，别人一卷就掉下去了，好吧？这钩是真他妈恶劣，我操！哎呦！你要拿大血包呢？大血包，只有小的了。他这护甲也是慢慢回的嘛。还有八个人。哎呦，我说掉沟里这顶不住啊！他也没有教学，这要是不掉在沟里。好像这个延迟确实还可以，比刚才好多了。刚才人都是一闪一闪，一顿一顿的。哇塞，这两个火球有点准。哎，他打的时候是不是有技能升级啊？还是就是你角色升级升上去就厉害点？讲实话，得出的结论：风配雷或者配火，卷在里面，然后有火在里面烧。啊，风是控制技能拉人，但别人如果会玩的话，一个脱身就走了呀。但是你也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控制技能呀。我拿的那个高跳挺好的，高跳挺适合大魔法师的。进圈就能升级啊！我操，右边好多人，他们过来锤你了。哎呦！这闪现一闪，人都不知道闪哪儿去了，闪得挺远的。他这闪现，哎，就这个钩，当心 啊！是，这钩比敌人还厉害，我。哎，他下去了，哈哈，没了。右边七个变六个了。他怎么不掉装备呢？刚说完这个钩就下去了，钩掉下钩好像装备出在别的地方的。我操，这个钩是挺害人的，不是就我一个人死。队友和李娜，队友和他妈敌人也是死在沟里的，也是死在沟里的人。快吃药，没吃。这圈这么小了，就剩三个人了，一共就剩三个人了。刚才是决胜胜决出胜负了吧？这个沟还要出胜。
你还能找到护盾吗？右边有护盾吗？你右手边？哎呦，这里好多。没有呀。很危险这里。哎呦，完了，火龙卷。哎呦。哎呦，他走了。这是个陷阱。哎呦。这一个火龙卷把你半血打掉了，你还中个 DOT。哎，你活着吗？我点了个天赋的，我点了个天赋。火焰天赋能复活的。我刚看水友说火焰天赋有两条命。哇，你身上有一个被动能复活的。那是个陷阱啊！我一走上去吃了一套技能。李娜两个助攻，一个放逐。我是 K 头怪嘛，我没有助攻。好像有稍微有点入门了，再试一把，稍微有点入门了。火龙卷确实有点厉害，真的有点厉害。哦，看右边可以看天赋的，你选。哎，我这逍遥者能换了吗？全新的逍遥者，受到伤害时，哦，他这个天赋是那个天赋有升级的，天赋还可以换。瓦解时以十点生命值复活，复活后在四秒内处于免疫状态。糟了，这个厉害呀！这叫再起，哇塞，这个厉害呀！这个我用这个了，再起。我死了之后会复活，四秒内无敌。你能点这个吗？这个应该是地图里面选的吧？不是的，不是的，你那应该在外面加的，好像是要解锁的，就是天赋解锁。我点上了。火龙卷挺厉害的，确实挺厉害的。那我就是一个火再组一个风吧。我反正就是风起手，风配雷比较。把火的熟练度练高了就有这个是吧？火法是三级解锁，你先练火法师呀，李娜。这个天赋厉害的呀。其他的法师都有啊，我也看到了呀，三级啊。其他法师都有吗？啊，再起啊，三级啊。那你为什么没有呢？我才两级，还要那个手套三级才行。听到吧，有手套三级才行。感谢你好九月。不是他那个勾不知道呀，勾如果知道了，我感觉我们这把应该赢了呀。这谁知道了一个勾莫名其妙就夹死人了。我感觉这左键根本打不中人的，只能靠技能打。左键，对，只能靠技能，左键不太容易打。我操，这什么东西啊？我刚看他有个排云掌，是不是封家大帝啊？我看他一排直接飞出去的。就靠技能，主要是靠技能。左键打中人，只能说你这个特别特别准吧。这个最新的叫魔法吃鸡，是 EPSE 上 Epic 上的一个游戏，它是免费游戏。风好像是要配合那，要配合在空中，空中有伤害加成。我先上去掏了，有两个空投呀，有两个空投，我掏了，我忍不住了，我掏这个空投嘛，我掏了。路边这个先把它啊，行，你到路边那个，当心下面估计有坏人的，这忍不住了，上来有大空投，这谁忍得住了？闪呀，这忍不住的呀，掏了再说呀，管他了，这忍得住的，上来掏两。有人，中间有人，中间有人，最中间，就刚刚那一把。偷了再说了，两个，这个兵被我打残了呀！我看见了，哎，没位移呀、啊！还有人，哇，哎呦，全是人，快跑！不行就跑，兄弟们，不行就跑！先活着！他已经被放走了呀！还有一个，他队友，我先把他放了，哎呦！走了，顶住啊！我现在很强啊，我一过来就要见血啊！他被我电残了，我要死了！救命啊！
臭瓜，你干嘛？你臭瓜？啊，臭瓜，你干嘛？臭瓜，臭瓜，我让你玩，干死！跑，你使劲跑，你小精灵是吧？我这还有一个，我这还有一个，我只有一滴血了。哟，头上有人，当心啊！我没血包了。哟，怎么跳得这么高？又来了，好像又来了一个队。快走，快走，快走！先活着，先活着。快死了，火龙卷这里，好死了。头上有人。说着头上。那你先弄着吧，你有血，你先弄着。我他妈技能跟傻子一样。哇，这地上好多灵魂啊！捏啊，捏爆他们呀！快捏爆他们！哦，我吃血了，我好起来了，我一滴血活下来了。这儿有箱子，快！我来个血。我他妈连腰带都没有。我这边好多人。哎，有人，有人，我来了，桥上有人，云哥，桥上都有人啊！啊，我先来帮你。这坏流的。在我这，我来下面，好像是那个电脑，好像是个人机，这一看是电脑呀，菜逼啊，这一看就是电脑，没有腰带，没有腰带，我得搞个腰带，李娜还在那锤着我，锤完了呀，不是吧，掏了个爽啊。我刚看到空中还有人跳来跳去的，你锤完了已经没人了啊！我再回来看看。我过去吃个腰带去。那里啊，紫色腰带一大堆，紫色鞋子一大堆。我就那不是有两个人吗？你看见没有在动？反正我空投那里，紫色腰带和紫色的东西一大堆，在我火球打的那里面。跳起来了。我来了，哦，我看到了，空中有个人在飞，搞他！过来就给我放火龙卷啊！咋这膨胀呢你啊弟弟，没有高跳技能是确实弱一点，我这四秒钟突进一下感觉不是那么强，怎么天上有个大石头在飞啊，我操，你溜哪儿去了？哎，毒了！我要被毒死了，走啦！走走走！哎呦，好险！他俩在毒里，他俩在毒里，往这儿再跑。侧面包抄他们，侧面还有人在打他们。我看天上有大石头，操，人真多。有好人呢，走走。我在，我有个被动的，前面有人。我们能不能去补给一波啊？东西都打完了，补什么？给我干！后面来了个云哥，我一个火球打他四十二，糟啦，我变鸡了，快，他要把我变死，变他，没蓝了呀，哎呦，哎，血包多了要干将军了，得先拿血包，得先拿血包，这把怎么前世的啊，得包
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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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复活站起来跟他拼了一下，我也没了。存活时间六分钟，造成伤害350，总分加960。你怎么又变黑妹了？他直接了。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被乱锤我的。它是个免费游戏啊，这个就免费游戏，就 Epic 平台上直接免费领取就能开套了。哎，它这商城里充值可以变强吗？好像全都是皮肤吧。商城里只有皮肤啊？啊，跟那个糖豆人差不多的。他那些皮肤谁买？没人会买的。不是好多都买了刚刚那个新手礼包吗？哦，就穿一身衣服是吧？啊，那身衣服不是变强的吗？就是皮肤吧。不可能，不可能加暴击，皮肤加暴击是不可能，这蛋扯大了。12点吧。啊，这是打有必要去？就中间吧。哎，这左上角好像有两个空投，怎么说？这里有两个空投，怎么样？可以啊，进去就干空投，我操！进去就直接干空投，冲进去空投一干，然后拿血包，没血包玩不下去。我下去掏了啊，就这一个，旁边好像还有吧，应该。哎，旁边应该还有一个。沙漠那有一个，哎，有一个，脚底一个，高台一个，我到高台了，沙漠了，我已经到了，我干啥了？啊，你们都去那边了，我在一个人，啊，你先干啥呀？来人啦，已经开干啦，不会吧？那这么着急的，好像是人机啊。看谁手快了呀，抢起来了呀。你拿了点什么？我怎么拿了一个火，两个都是橙色的。我啥都没拿到呀。你不是拿了个技能？我就拿了个技能呀。哎，如果拿技能会怎么样？先掏血瓶啊，兄弟们，先掏血。对，我捡了个传奇飞行。传奇飞行挺强的。热烈法术施法速度加18%。哦，他又射冰枪术啊！我怎么卡了？248延迟，怎么回事？喂，我也卡了，264。刚才120还挺好的，200多玩个奶子啊！200多怎么玩了？玩不下去了呀！太无情了。挂机的，我看着你们动啊。不是，我说200多延迟太难了。突然之了，这顶不住啊！我现在三个血瓶，我把二换。我现在三个大血瓶，一个大护盾，一个小护盾。哦，这个闪现，我全是小的。这个闪现这个长的，冷却时间稍微长了点。
我刚才捡了个什么东西，我在空中可以飞很久。那是哪个装备？那是法力值。那是法力值吗？哦，最大法力值增加。是个项链。你们要血瓶吗？我这血瓶很多，这有个蓝大血瓶。稀有雨落符。啊？缩圈很快的，这游戏节奏很快的。还有33个人。这个飞起来跟法器就差不多的，对吧？它的飞行跟法器的感觉差不多。这个好，这个娱乐服你爽的。大寒冰火焰冰火大火柱火焰，然后左键。西衣服的。稀有突进符文，突进符文怎么说呢？冷却时间比较短，但是突进一小段距离，还是跳起来高跳有视野比较重要。玩的是东南亚的服务器，右边那个可以选择服务器的。进入我的火枪时可以飞行，引火虫。哦，每次进圈就能升级。刚才那兄弟说的对的，这游戏进圈的时候你的技能就能升级，你的主技能升级啊，火焰法术主技就升级了。对，突进距离稍微长一点就好了，太短了。哎呀，这个延迟怎么掉不下去了？天哪！感觉等会儿打起来苦逼了。我这看到好，他们在对干。我先进战场了，我偷偷看能不能偷到。喂，我这飞的可真高。哦，那边人护甲有吧？这又是护甲，这你吗？这不全是，我能标记吗？我打的火球这儿，护甲好。有个人要死了，射起来，护盾啥的，啊！打到了两个，干嘛弟弟？我这救我，我这有两个剑。注意吃血，我这里好，我们来吧，快来人呐！我这全是人，我来了。哇，我这里一坨的紫装备，你捡呢？捡来打呢？我操，不是你掏的我吧？我刚刚打了你一下，我怎么有人在掏我？人要去了。回血，他怎么往圈外跑了？他走了，他被推进来了，他走不了了，他背后接了，你看哪，男弟弟，这谁呀？就在我身边。干嘛呢？啊！你干嘛呢？你个弟弟！啊！我操！大陨石！我操！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哦，我杀了他了。哎，死了死了。还有一个火鸡42点血。顶住！你们往我这边来。那一坨的紫装备啊！我们来了，我们俩这一坨呀。我那里一坨的紫装备，你那左边来两个人，你们正前方。又来了，干嘛？回复一下一个。
再回来呀、啊！快来打他！别换啊！他的人在狂掏装备，在那儿。哎，他就一丝血了。我这尸体，我这他就一丝血了。救命啊！我操，他偷偷回去了。哎呦！墙上那个土堆上，我也没了。我是不是被打成碎片了？我的妈呀 ！fuck， 我接受不了。他们都打李娜是废物。我在那边一个人杀一队，他妈的说我是废物。你说他是机器人啊？机器人杀手，机器人啊？机器人杀手。我操，你机器人还可以反抗的？我也觉得你杀了机器人，你他妈杀机器人杀的飞起。我也觉得你杀机器人杀的飞起。正常玩家两个打你一个就够你喝一壶了。不是，我他妈在那里，我也觉得你杀的机器人呀，真的呀，正常玩家两个人打你一个就够你喝一壶了。我他妈就在那里圈里面堵着那一个大峡谷呀，就一个进口啊，小进口啊，我那边。你那人跳都不跳的，动都不动的。火墙。哎呦，这延迟有没有变动啊？刚才这把延迟吃亏了。哎，这把。我操，三百多延迟，我要退了。退了吧，我接受不了，这延迟太大了，我退。是要换节点还怎么说？这节怎么延迟这么厉害？突然，要不我们把节点下掉试一下？节点下来看多大延迟啊？啊，对，我下掉了。先没看一下啊，我下掉了，我重新进游戏。我也下。这延迟这么大，我是有很多兄弟一起进来玩了吗？真的，这延迟太大了。刚才这把跟上一把比不了，上一把很流畅的。哎。怎么回事？东南亚看一下了。地区直接改自动不行的，延迟很厉害的。选东北亚延迟比较好，真的假的？怎么直接卡在这个登录界面了？他进一会儿之后，过一会儿，可能这会儿有很多玩家涌进去了。有了，可能这会儿有很多玩家涌进去在玩。我试一下啊，东北亚 ，North East， 他是在外面能看就好了，要一定要进游戏才能看到延迟。但是我们第一把是好的呀，我们玩的第一把一百延迟左右的那个顺畅太多了，流畅太多了，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真的流畅太多了。好像风确实好一点，但是火加冰是两个相克的，千万别组火加冰啊，蠢得一逼我的。谢谢少侠668，感谢穆乐，感谢套入五，谢谢战天使。是有人在换东西吗？他咔嚓咔嚓的。打会了再来套皮肤呢？现在什么都不会进去。火球伤害高啊，而且火焰有复活法术，有两条命啊。说的好听点，我们是法师。我刚开两个人没血了，追着我打，我的天哪，真气人我。这多少？我连影子都没出来。我110了，还行，150这么低的，80了，我120，我再降低80呀。你们选的是东北亚吗？垃圾加速器。你们选的是东北亚？我没有选啊。你选的哪个就是哪个呀？你选的哪个？我选的是东北亚 ，North East， 我140。你们才80啊？90、92、96，这么香的吗？98是这么香的吗？我有这里这吧，要不这。就这个吧，
这游戏题材还可以，现在一看上手度也不算很大。我操，这么多人啊！算了吧，完了！哎呦，糟了！这么多人，我不管了，我往空投飞了。我操，这边三个空投，你妈耶！我拼了！你飞的树还是哪里啊？我飞的桥，有个断桥，断桥上有空投，我操，最远的。我跟他们干了呀，我不管了呀。不贪怎么玩了？玩游戏不贪你怎么玩了？不贪不是跟咸鱼一样吗？贪起来，必须得贪起来，好吧？哎呦，我先干了一个。你这个好像是人机吧？看这个名字。快快快快，来个火，来个风！哎呦，我操，这么多！想你啊！套上了一件，想你啊，传说鞋子舒服呀，跑得贼快，真走运 ，lucky，lucky， Lucky 现在在进圈，拿个哦，史诗飞行 ，lucky， 先装起来再说，这个没技能跑得也太慢了吧，啊，我上来套了个套了个传说鞋子，很爽，我这里有个史诗风哦。哦，史诗雷，史诗风没什么，哦，史诗雷没什么用吗？哎，这里还有个空投，有人有人，我这有个人云哥，你说的空投就是我跟云哥这里。到了，我感觉我要去了，他被人打了，快去帮忙。这说没有最大法力值，我没看到他，我没看到那个敌人，哦，就在追他，在追他，门口在追他，快点！我没技能的，我跑得贼慢。哎，他还在追我呢。哎，我这有个橙色的鞋，我拿不下了，快来帮个忙的。他死了，我来了。我这有个橙色的鞋，还有个史诗的瞬移，就我这儿，快！有个鞋跑得贼快，你把那人弄死了、啊？弄死了呀。有个空投的，那里面那个峡谷中间，在哪里？就他刚刚追。没有没有，就在那里面，这个断桥里面，对，就这个城里面，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捡了？没有，应该没有。这断桥我一开始被我捡掉了。我操，那边有个橙色的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这里是个空投啊。史诗雷。我捡传奇雨落了。我觉得传奇雨落好一点。飞行真的爽，我也飞一个。我操，这大石头！飞行直接对着头上飞，然后再直接打我，我也是卷飞行的，我觉得飞行好一点。飞行因为跳起来还能再飞嘛。哎，我说这个石头不错呀，这石头，感觉挺帅的。石头伤害高，史诗的可以打那个四五十。我传奇哦，史诗的对。这石头感觉不错呀，这石头。他只能打地上呀，100延迟了，延迟还变少了，用什么加速器？48，延迟48，我60，我少一个那个法力值项链，我得搞一个项链，还得搞点血包护盾准备好，最多4个血包4个护盾，史诗分护手，哎呦我操，史诗分护手不错呀，你们有人要吗？史诗分护手，我这儿有个史诗腰带80的护甲。十分护手要吗？快！我不要了，都不要了。我这把准备用岩石感受一下。我这把玩个岩石感受一下。哇，这么奢侈的，都好东西。我要带是史诗的，我80点护甲，他这个护甲的那个数字写的好小啊。好小的数字写的，数字写的特别小。我现在需要个项链，有多余的项链吗？我没项链，我感觉我是个废物。这里有个30的，30的也行啊，也行的呀。就你左手，你的右手边啊。我看看啊，隐形符文没人用，30也行的呀。太慢了呀，我这个。打起来了。我这也是个30。
三十已经是蓝色的了呀，这接下来就是紫色的了呀。紫色的腰带有人要吗？紫色腰带我们都有了，都是八十的。都有了，都是八十。捡点护甲瓶呢，护甲瓶捡一点。我全都是血瓶，你一说。对啊，全是血瓶啊，捡点护甲的瓶子。走，往那个圈的地方走。哎呀，这个飞行太好赶路了，真的。是用飞行好呀。直接就飞进来了。这个飞行打架赶路都挺好的，视野也开阔，就一直往头上飞，然后直接一到就开始空。我火墙伤害加100%了，你们有吗？第二级的都有呀，有进第二圈，所有人都有了，应该。只要进到第二圈，所有人都有技能强化。你们在掏空投了已经？在我看你们多余的。掏点护甲瓶的，没护甲瓶等会儿打起来不方便的。传奇鞋子有人要吗？李娜要的，我们三个人都有了。这个好啊，40。哎呦，你自己不打呀？你怪谁了？我学这个去了。李娜刚才也看中那个项链了。这把倒没怎么遇敌嘛，咱们这个路线。比较稳健。你说没遇敌就有人打我了呀，我背后啊。哪儿？我背后来了，干起来了吗？哦，看到了，有人扔石头在山上吧，好像。我这有人，我这有人，我这一个估计是人机，已经被我秒了。我这估计是人机，被我秒了。这他妈杀人机赚人头挺爽的。哎，我怎么又230延迟了？你们多少？我也是啊，我怎么有点84，有点瞬移啊。我操，都卡住了，是因为人一多他就开始了，一顿一顿的，人一多就开始了。不是一顿一顿的，我他妈就在这里玩 PVP， 飞都飞不起来。那人往远处走了，在 S 方向，现在在 SW， 他在天上飞。别瞬移了呀，我还在瞬移啊。就有人拽着你的脚，对不啦？对啊。哎，我操，真受不了。好像还是加速器好一点。哎，加速器是不是假聘啊？我现在是研爆了新技能。都是呀。哎，我怀疑加速器是假聘哦，比这好多了。这他妈这个，哎，240比加速器卡多了哟。加速器至少不会这种丢包，还是开东京吧。North East， 哎，在那个195，这不是那个大裂缝那里吧？是呀，我先抄两个大技能过去。哎呦，卡死我了！就是那个大裂缝那里。哎，我卡的受不了了。我看到人了。我真卡的受不了了。这他妈也太卡了，别进那块。我他妈还打中他了，我操。怎么这么卡？太卡了这个。我冲过去了。我是卡逼，我怕谁。我 shift 的技能都不知道怎么用过。哎呦，太卡了，真的太卡了。哎，我砸中他一下，他护盾还挺高。我操，上面一顿乱干，死了死了死了！你们俩都是火龙卷，这么大的啊？这有一个，我这有一个 S E， 我这有一个开隐身的，就你们身旁边一个啊，有个家伙开隐身好像，不是，他是那个被动触发了，哦，把他那个打死的被动是吧？哎、他要被电死啊！我们得进圈，进圈有新技能。不行，必须得开加速器，我操，不开不行。开加速器就算高频也能打。哦，没好。这打都打不了，怎么玩？我操，别进缝里，我受不了。我这里有人。这个进圈不加技能了，技能就4个。中间有个空投。
我这里有人。哪儿呢？我看到了。他躲哪儿去了？哎呦，这卡的我操！实在遭不住啊！这个逼跑哪去了？我也在想呀，他跑哪去了？这样都没看到他。还有一个空投，空投跟我们有关系吗？你看不到。空投这可能腥风血雨啊！我没有回护甲的东西。哎，好像好点了。108，好起来了。52，好起来了，好起来了。可能是因为人，哎，这里全是空投，空投又300方向 ，NW 300方向全是人。看见了，全在抢空投啊，在乱干。快空投火龙诀！你干嘛？是你拿的这？我屁股没看清楚啊，这是你拿的吗？啊，作孽！想干嘛？倒了一个。挖一个干嘛？你又不是大法师。追！好，好。哎，漂亮！哎呦，我操，这个预判，我操，漂亮！下面都是沉的，我去拿了，你帮我守一守。你也拿了、啊，我就想要一个法力值呀，掏个痛快。哎呦，法力值来了，有护盾吗？好像没有，只有血瓶。有人在打人，哎、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旁边有个小骚货，弄他。哎呦，我这两个球，我操，砸了他妈60血，他屁股都开花了，我操，老惨了他。谁的大招？你他奶奶的兄弟，打谁呢你？我拿不到加护甲的那个东西，有护甲吗？没有，这儿有一个人躲在那个茅房里，好像。哎，我这儿好像有个人躲在茅房里。进圈吧。哎呦，这好多橙色的，全是橙装，我这儿全是橙装。这火，顽疾飞行。我就想要个护甲值。哦，就找到一个，我找到一个了。回这么慢的，进圈了，来人了，兄弟们，还有七个人呢，还有四个骚货在上面，骚货飞到最高点去了，有个骚货这，看见了，下面，搞他，我让你走，我让你走，臭妹妹，我让你走，我让你走，臭妹妹，我让你走，他妈的，让你走，我让你走。在哪？我是谁？臭妹妹不死是吧？他缩到墙缝里了。怎么还有七个人？他没死啊？不是，他变成了一个球。哦，他变成一个球了。为什么还有四个人？我不知道。人呢？不会在圈外边吧？人在哪？我们吃了。卡比队吃鸡，咱坐下面，咱坐下面，下面那个破房子，看见了，看见了，臭恶死，对人好像是，妈直接把他屎都给他砸出来，我都看到了，在这儿，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刚进来的孙子，弄他，在我的，我出伤了，他们全打的我，死了，赢了，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还有最后一个嘛，回血，我就知道你躲沟里，贱货。在上面的沟里被我一顿乱砸，把他屎都砸出来了，干他、大火球、死了、哎、他有被动，他被动来了，我走不了，走不了，拿下，再死啊，卡逼吃鸡啊，优化锤六个人，我才锤两个，这么猛啊，伤害569，哎呦，我才锤两个人吗，哎呦，他这游戏倒不会有那种什么武侠格斗的尴尬。
火焰是你的工具，你是个打磨工具的匠人，火法师。要开加速器吗？得开吧，不开不行吧？也不好说啊，说实话，感觉是人一多了就有一点。这加速器开还是开了吧？啊，先开吧，还是开了吧开？不开不好吧？还是开了算了，老老实实开了我。好像最猛的就是火龙卷呀、啊，现在得出的觉得是啊，范围火龙卷范围大会卷人，火龙卷确实好用。那扔石头得扔到人了，伤害挺高的。谁混了？我又没混。我578伤害，我混了吧？李娜打多少伤害？569。你看，李娜击杀比我少吧？应该。一个击杀，两个助攻。啊。谁说谁混了啦？明显没混呀，哎，明显没混，哪混了了？刚刚看你胡头石头直接砸中对面，对面护甲都空了，看见没有？谁说我混了？我那伤害打在护甲上了，打在护甲上不知道统不统计。下次还是用烽火组合。你们是烽火一起放还是先烽后火啊？先放烽再放火了。先烽后火才是火龙卷。他升到两级之后，那个好像就范围变得很大了。你角色造型又变了，你怎么角色造型一直会变的？他自动啊，男的女的自动的呀。燃烧萤火虫，高温分解。你是不是没玩教程？没玩完啊？我直接跳的呀。哎呀，要你把教程完了才能选人。啊，他造型不能选是吧？无所谓的，他这造型无所谓的。跳跃高度加25，浮空法力消耗减，肯定浮空法力消耗。刚看到有个人那个大。我这才12延迟啊！我48，我才12延迟，刚才我没看错吧？这么屌的吗？现在涨到20了，人多好像就会涨一点。李娜多少了？喂，获释了。李娜多少延迟啊？李娜，我获释了。上面的东西有人在什么东西啊？他什么东西就把我打变球了？哇操，这全是人，糟了！这我
他一直有护甲。自动的，我操，他都不需要打的自动。这里好像他们也像你的这他妈可以才是丢那种不知道还一直地里面也是他电人怎么木匠突然改动改动吧刚才我的降落找到原因了过一两